好，现在做一个大家都喜欢的。大家都喜欢的。因为今天我们对不对？嘎嘎生日。嘎嘎生日。嘎嘎生日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过了吗？啊，农历的。对，农历的。啊，你有接他农历？没有，因为我要接豆浆锅了。哇，你不好说。其实是这样子的，我们要好不好？我们先没你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我冷静一点。不是因为我那一天，我觉得豆浆养颜美容之外，我觉得大家都爱。你不爱吗？爱啊！你过几年之后，你看不到它，你会心痛。原本一开始那个豆浆有点像那个优格，现在真的变豆浆了。嗯，豆浆、猪骨、龙胆石斑鱼锅，豆浆我们要让它鱼的腥味啊降低，不然大家会不喜欢。所以我们前面的动作非常重要，因为它这个豆浆啊，配合猪骨还有鱼肉啊，你吃起来会很像豚骨。对啊，然后你这样子煮又方便，你就像倒起油来了。对，就加一下油，反正大家习惯就好了。嗯，所以我们这时候就是把我们的土鸡哦，好来皮面朝下哈，炒一下，炒一下，把炒香啊，炒死它。对，才要有香。笑话之前上一集有讲过了。我刚刚讲过了，你不要讲那么明白啦。还不明白吗？我们把它的皮吼炒到它金黄色，恰恰啦，我们说的恰恰啦，不是打棒球的吼。我没有想到，恰恰梗有很多。你想到打棒球？炒到恰恰就是恰恰的小朋友，哦，恰恰的小朋友才会炒。那我们在等的时候呢，我们等一下它的新香料哦。葱白的部分就好了，来放进去。你有没有看到恰恰？他现在是退休了。哦，退休。然后这时候我加一点清酒进来，让它煮一下，把它煮干。大骨哈，有没有？对，烫过的吧。烫过，烫过。哦，猪大骨有一天去考试，然后老师是烫的时候过，没有人听得懂，没有人听得懂，很累呢。讲笑话还有人家解释就不好笑了，哎。可能真的是不好笑啊，已经下去了，然后让它那个酒啊跟那个香气可以一起融入了啦。然后这个时候要干嘛？要豆浆吗？打哦，要豆浆对不对？等我一下。好，来，差不多了哈。来，这时候我们把豆浆。辛苦了。哦，其实刚刚有停机啊，辛苦了。不要不要，是我，是我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大家进来。好，来进来。这时候有没有？我们要加一点点香料的部分，孜然粉啊，花椒粉啊，肉豆蔻啊，干辣椒啊，然后月桂叶这些加进去。加一点咖喱鸡。哎，对，椰浆咖喱鸡。我错了。我的耳膜要毁了。你耳朵耳膜。耳膜要毁了，小花也准备要打了。小花来，一起让它毁掉。好，来熬煮一下，熬煮一下哦。大概一个小时啊，也不用太久了。那原本是要熬多久？好嘞，我在里面放了一点点的葱花哦。你要调酱？哦，等一下调教那个酱，像他最近哎，去兼前兼那回来，变很不乖，不受控。没有，他对你做什么？他每天，我等一下跟你说。加蒜头进来，蒜头大家喜欢吧？那就弄啊弄喽。好，要不然 P 的切那么辛苦，不全一下会很伤心。因为我们今天是豆浆锅，所以这个今天的酱啊，我希望它一点带一点点的坚果的香气，刚好配豆浆，刚好是非常非常搭的。所以这时候呢，我就会建议大家用一点点的日本的胡麻酱，不是胡来酱哦，酱常常胡来就变胡来酱哦，所以是胡麻哦，不是胡来哦。放一点点的蚝油，增加它的甜度。这个动作有没有很熟悉？知道我们的豆浆怎么来了，然后来一点点的香油，然后呢，醋，黑醋，加一点点酱油，都可以。笑你笑什么？笑点注意点哦。我也没看到。他一笑我就，只会继续笑。来，我让你再一次机会，但辣椒油嘞？辣椒油酱。辣椒油是不是？哦，辣去郊游啦！哦哦，辣去郊游啦！干嘛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大家逻辑不就这样吗？你凭什么头痛？哦，郊游的辣哈、哦，哦，去校外郊游的辣啊！哦、
不是，我怕这样就好了，搅拌，搅拌一下，搅拌一下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酱就好了，因为有很多的酱啊，还可以吧？这个酱我通常做完我会放个半个小时。等就好了，啊，静置一下，我们让那个蒜啊跟香啊，啊不是，蒜跟香，没有香菜了，讲出来，有吧？有没有没有没有香菜没有？所以说的同时，其实这边也好了，是浓郁的，有没有？因为我喜欢一点辣，我们加点辣油进来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很像咸豆酱，我就是一个咸豆酱概念的、啊。葱花应该直接加。咸豆酱。我要排盘，不是，我要排锅啊，不是排盘，排锅啊。要开盘是不是？开摆。好，来，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样不行，因为我跟你说，我有一个习惯，因为我那时候去成都的时候，我发现其实他们会有一个粘碟，你吃麻辣锅的时候会有一个油碟，然后其实它旁边还会再一个粘粉。哎呀，该不会？该不会？我们来自制松露盐。好，来，好喽，你要拍是不是？当然。你要拍还是要吃？只能选一个。看。整颗哦，桶边爆了没？这样就好了，我们的干碟就结束了啊、哦！不是干碟，干碟。我刚有想到。干碟。你刚有想到。所以就只有我没羞耻心，是不是？好了啦，可以了啦，可以吃了吧？我先吃贡丸啦。你在干什么？表穿白色，我劝你小心一点啦。哎、欸，好吃哎、欸！小姐，你听到鼓掌了。不是，你要我站着吃，我又不能坐着吃。对，如果我坐着吃，我可以这样子啊。你要我站着吃，哎、欸，这我不是故意要喷，你注意看哦。他就说会喷啊。我能愿意，我筷子不能夹嘛？你看我夹不起来就掉了嘛。在乎你的衣服。没在管，不是我要示范。然后我觉得你们这样，而且你注意看我这样其实很有个性。你看，哎、欸。每一件的都不一样，我穿出自己的风格。你注意看，你注意看，你注意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嘛，你看，是不是？干嘛啦？我做我的风格，不然你怎样？你在路上找到跟我一样的衣服，你再跟我说。我这不就来了吗？来了来了，史上最不怕脏的帽 T 姗姗来迟了。Spread 时尚影团队最新研发独家油渍迷彩间谍科技，让你不再将错就错。无论你是偷吃不擦嘴，还是常常低调鞋，甚至你的人生污点，我们都会温柔的为你守护。喷射浓白酱，侧漏纯黑酱，全新两款，限量各250件，12月10号开放预购。这次你不降，下次就先降。其实上次我们也有发出同样的商品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有人一直私讯我说你买不到？因为我们的商品，我们就是要提供给第一时间看完影片马上下定的。所以等一下，后面那种 ET 图的那个，赶快，不能说。好，这时候我们不多说了，因为小花已经看了那个松露盐很不爽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可怜呢、啊？哎呀，怎么咳嗽啊？哦。哦，声音变洪亮了哦，张洪亮。哒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广岛之恋呢？你听不出来，我有那么湿。手工蛋饺配上手刨松露盐。哎呀！哎，亲手做的松露盐，我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你们现在可能外面会有500件的、啊，各500是不是？各250，各250哦。没有骂人的意思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吃吃看，自制松露盐配手工蛋饺。前段是那种蛋饺的香气，因为它手工蛋饺，然后里面有肉馅，因为它的香气直接撞击到喉头的壁，然后反弹到口腔前端，完美的充满在口腔里面。豆浆非常浓郁，哎，真的很像在吃豚骨汤，哎，真的很像，而且浓郁到我真的每喝一口，每次流泪。很容易哭，为什么？往事不堪回首。哎、欸，那个年代约女生去一定要合唱《广岛之恋》，对不对，光哥？是你该发生的时候了。哎、欸，去，哎、欸，我们去。不是制造浪漫，浪漫有点久。
不要浪费灯光，你吃点那有谁久？不知道。你想一下啦，来想一下。有没有？我还没想到。哎呀，再这样多一片一点，有没有想到？再想一下。关老师也不要讲。对对对。我们就吃就好了，天天想吃什么就夹什么就好了。好了，吃了吃了。对，你们哎，要不要一起吃啊？哦，这汤真的是很屌的。汤真的蛮浓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吃起来不像一般的豆浆。对啊，而且哎，你吃这样真的不怕降低到身上？哎，小心啊！你哦，我们降低在身上没事，可是降如果低在你身上，你就要告降了。好，先告他。先告他。没事啊，我要画面好看，白黑白黑啊。通常好身材的人才会穿白色，你看到这两位就是怕显瘦，黑色显瘦，白色显身材。而且你穿一下，你看我们两个颜值担当的白色。你好，啊，没问题，不管。那上届也是，这届不知道会不会办。刚刚哎，你们两个不吃哦，松露盐了啊。拍完了是啊。哎，为你们介绍一下我们小店招待的凉拌松露，请慢用。哎，这个是那个香菇贡丸。好香菇。哎，真的呢，你很会吃呢。嗯，蛮扎的。可以啊，勉强接受。可以哦。嗯。好了，反正今天就到这边了，因为有他挡的，我也不知道我镜头在哪里。哦，然后你跟他还去吃也不理我，哦，我也不知道现在节目主轴到底是在谁。三角蜘蛛两颗。哦，什么东西啊？不会自己煮我，我在结尾啦。降脂肪吗？降脂肪吗？他这样有收音，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话都收到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腿好酸哦。